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的、啊，晚上好。我稍微用那个模拟器有加速系统，我稍微快速打了一下，从28等直接进到36等。我发现这边其实算蛮好打的，你看普攻打下去都蛮高的。是啊，还好有加速功能，我就是都上那个火属性。火属性赋予之后，交给同伴去打，大概就像这样，加速加速，然后瞬间就搞定了。安安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点到昨天的影片，应该不是吧？因为我就在这边有稍微打了一下下。有人建议就是说，冰原这边啊很好，练等练得蛮好的。啊不，我血量瞬间都500多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然后我其实原本发现到啊，那个大剑师对他放魔法。他会直接跑过来放那个群体范围技，把全部人都干掉。结果后来发现，好像并没有这回事，他是随机放招的。哎 ，YouTube 好像又没有连接起来，等我一下。今天打算转职吗？嗯，我一定会吧，我觉得应该会。哎，等一下哦，重新整理一下 Twitch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跟今天都会，之前我明明就不会啊，上次那个生化危机也没有。对，我也觉得蛮奇妙的，现在应该有。你看那个经验值493欸，超多的、啊。根本不用上那个火属性攻击、欸、看他打下去都是40多滴70多滴。啊 ,111滴。救文补师防御还那么低。每打一个神兽，全部地图的怪兽都会在提升。嗯，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啦，你可以自己去安排。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又没显示了？等一下，我退去说个话一下。一，马上就有。我 YouTube 看一下，我真的蛮莫名其妙的。好，我先走出去，我再调整一下，真奇妙。QQ 放 QQ， 我刚刚那个重新整理，然后就。可能 YouTube 的聊天室还没办法连接到双平台这边啊。啊的！哈哈 YouTube 可以往前拉。突然瞬间拉出来了。那可能应该是 YouTube 那边连接比较不一样，连接比较慢。因为我的主伺服器是 Twitch， 然后 YouTube 算是副伺服器。啊！啊，有了有了，应该出去了。话说我大概都记得这个地图在哪边，就算我再怎么迷路，老爸铁拳，对，波波爸爸。
看伤害打下去又多痛。然后有人建议说，阅读之塔最好是一开始就去打，因为那边的 BOSS 八只里面最难打就是他了。所以我到时候要，应该说不是到时候，我现在就要去。YouTube 是不是我重新整理一下 YouTube？ 真是莫名其妙。嗯，走吧。爱之泉。大地的裂缝。不要，我要去这里。对，我记得上次我那个阅读之塔是完全不知道我要在哪里。哎，月光都市，太好了，我找不到。不要跟我说是在这里哦。我先看一下那个阅读之塔，它到这边到底是怎样。等一下，我所以说我操，就这样迎来了早晨，超早的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好像有了。对，天又黑了。我记得好像，我看看是不是从这边走过去。拜托，希望是如此。还一天过得真快。然后，今天是月属性吗？月曜日的话，我看。哎、欸，那什么？他那个曜日上面是用图示去表达，这样完全不知道、啊。月曜日去打的话会很糟糕呢。21等狼人，太好了太好了，21等而已。菲亚利，哎，不要理他们的啦，我们走。对不起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还不行吗？总之这边一定要小心啊。这边 BOSS 可是最难的、欸。总之，你在打那个八大怪兽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在它的属性去打它，因为它伤害加成 50%， 你一定会被打死。现在是如此啊。等进去那里就不一样了。我看进去那里，我换我被干掉。哇，太棒了！他们打100多滴，就我打了24滴。36等打21等的，竟然还在20多滴，也太惨了吧！
完全就是大补师啊！我看一下阅读之塔是不是是往上走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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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那个狸猫就知道了。Hello， 狸猫。好，我先 save 一下。这次啊，我想我绝对可以挑战那些里面的狼人，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个狼人啊根本就不能打，会一直出来，会一直出来，然后又会一直补血。好，这四个塔有什么用处？有什么用处啊？四个门左上，然后走廊右上。我决定，我直接看那个有人分享他那个怎么走，我就直接看那个。然后等一下右上。哎，34人。还好嘛，这才刚讲，马上跑出一只血狼。卡米拉，卡米拉，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吸血鬼？可是吸血鬼不是德古拉吗？怎么叫卡米拉？我有，至少不是银狼，银狼最麻烦，疯狂补血。噔噔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走廊四个门左下，好，左边下面，走廊右上，我觉得他根本就是，哎、欸，有，金女神像，太好了，应该要打那个 boss 了，应该要打了。我发现这边怪真的很少。那、啊、当初到底是怎么有人说是用逃的逃过去的？四个门的右上，乱走。其实我如果不看攻略，我真的也是乱走了。哎呀，这才刚讲完就跑出银狼，哎呀，真讨厌。零滴，不是吧？零滴而已。碎骨，地狱犬，这地狱犬长得好可爱哦。好像那个哈士奇。啊，可爱的狼狼。
右上，接下来都是去右边上面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春晚那四十三话真的有够拖的，有呆金嘎之后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接下来白人说超简单的、啊，就44号就是那个梅加斯他逃跑，然后去打到那边。这一集梅加斯，我觉得第43号的梅加斯跟44号差太多，43号真的超难打。对，就是回到那个地球啊，回到当初的几十万年前。他在那边摆魅惑，结果发现魅惑不了谁，就这样被干掉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打那个白河虫。白河虫那边比较麻烦的是说小怪，他好像第二回合还是第三回合小怪会开始移动，每过一回合然后移动一个。神盾计划一定要阻止，其实也可以，对，没有我他就死掉了。其实也可以，就是不打白河虫，就挡住他，就小怪打爆之后把他围住，围到时间到，神盾计划启动就可以了。因为他任务目标就是你要么打死他，要么就是神盾计划。哎，对哦，我还没试过，如果不把他打死，那会跑出什么结局？因为把他打死他挂掉啊，打爆比较好，因为我没看过他活着的结局，也许他活着会有什么秘招啊，或者是说从头到尾就没有其他的胜利条件，都要把他干掉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啊，不然你后面难不成神盾计划启动白河虫就不打你吗？欸，可以试试看哦，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结局啊，有多结局是阿法山有他有坏结局。你在第55话还56话你选择应战，然后接下来就会走入坏结局，好像要第二轮才可以啦，第二轮才会启动啊。右边应该是那个女神像，应该啦，随便乱走就走过来。说真的，实际上我并不是随便乱走，完全是看攻略的。我想说打到转职再来打他的，结果还没转职就可以打。要不然你可以先存档啊，就是把他打死之前存档，然后打死他之后看结局之后你再读取，然后看一下说如果留下他，然后过几回合会不会游戏过关，试试看。先上升一下力量，还有防御力，这只超会那个放状态的，来，你就要试试看，可以啊，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打他打他打他，速度提升，
其实所谓的速度提升不过是加你的灵敏度而已。这小镇很糟糕的，嗨！哎呦，好痒哦！总之不要对 BOSS 放魔法了，放魔法你一定会死很惨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最大 HP 下降。没有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他是降我最大 HP， 他好像有一招这样。啊，他。祭司不要啊！不是是一起哦。好，来来 ，HP 最大下降。反正我怕服全部都怕了。地球上头啦，神奇宝贝的那个。啊！缩小缩小，真的难打，真的难打。还有他血量不高，好像最高的他血量才10000。等我在亚马英灵女战士在进阶之后呢，直接全部 buff 都是全体的，就不用一个一个放，命中率下降，回避率下降。缩小回血有点萌，他会跳起来。哎呦，月属性赋予，不用怕。他应该快，他应该快，他应该快。打他每下都100多200的。没关系，我再补36等，我就不信打不赢你。浓了多久啊？他趴掉了，他趴掉了，瞬间直接搞定，也没有到瞬间了，就很快。胜利，还剩4只，这样打到半数了。啊，刚好升等呢。哇，精神智力37等哦，好像他后面是吃那个智力的了，还精神忘记了。给你吃吧，给你吃吧。反正你的忍术其实也没用，又不能打王。啊，走回去。而且商店好像有更新啊，看一下，有更新就买。哎，对，今日带来全新的防具。传闻中，火山岛布卡西方的岛屿，万货丛林中古都飞弹。有个更加的武器防具，那我去那边干嘛？我还来你这边买什么？真是的，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？应该要说自己那个道具很厉害啊。
啊，都知道那边有那么好的，我来这边花钱。七，不要，没有没有需要，我要去你说的火山岛。他刚刚说火山岛旁边吗？总之，我38等之后要去转职。哇！118,000,000,000，坑人哦！都这么贵了，那我直接不买，我直接去火山岛那边。刚刚他说火山岛对不对？他没说话，他说古都火山岛旁边吸血狸猫，坑钱呐、啊！OK， 我出去的时候应该刚刚好升等。吃吸人不吐骨头，打我一滴啦！真是的，啊！不要不要尾刀，不要尾刀！要围刀，我才刚好记好大绝招的。我记得是往上走。等一下，黑暗边湖。听到黑暗一个字，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我要给他放那个。嗯，黑暗边湖呢？哦，看到了。哇，386滴耶！我的威力这么痛吗？果然有浓等级就是好事。那打的怪物完全不用像之前一样害怕的不得了。对不起，我走错了，让我回去。应该就这里了，结果不是哦，结果不是这里，我一看就走错了。回去看看，最好是这边就给我路哦。好像看起来真的没有。啊、安安啊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啊，对，走错了 ，Hello， 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妈我大大支持追随，感谢。怀旧系列我都会持续继续实况，目前大概就是放在一个礼拜五六日的晚上，这些真的很好玩，刚好他要出重制版，那我就来先跑一下以前的《圣剑传说三》，很好啊，我要从哪边出去？我真的迷路了，拜托，谁来救救我？为什么你又复活了？我试试看走下面好了，这个地方还没去。啊，这我才刚要放哎、欸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越走越歪？啊，
卡尔之墓。不知不觉就走到快到野兽王国，不会吧？我就不信穿绳索都穿不出去啊！真的穿不出去，而且也不能撬龙龙。我非常确定刚刚完全不是走这边。我回去。而且照理来说，我以前的时候来到这个月月之森，它晚上的时候明明就会提示啊，提示说哪边那个树叶它会变色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哪边可以走，哪边不能走了。结果现在竟然没有啊！我决定回去。刚刚去下面了，然后它是死胡同。啊，好像有印象，好像有印象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拜托拜托！哎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哦。哦 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总算走出来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又……结果我还是没有走出来。哎，这边我记得两个狼人。啊！咦，太棒了！成功！啊！我要先 save 一下，老是在迷路，我外 key 不小。好，风之太古，他说那个火山刚好，我们哎、等一下，他刚刚说古都对不对？古都在哪里啊？古都在哪里？请给我古都圣都温德尔。哎，他刚刚是说这个圣都温德尔吗？我记得他是说那个古都的哦。绿洲村庄。之王国，飞弹，我倒是看到黑暗城堡了。哦，好，飞弹，你要千万讲飞弹，让我想到以前我在吃那个面包，以前有个面包。它就叫做飞弹面包，雪之都。魔法王国，这些好像都是不同路线的，所以有些地图你去根本就没用，因为我们走的是夏洛特路线。哎，玻璃沙漠，真的好多东西哦！
这边一定有东西，这边我觉得一定有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吗？他刚刚说的就是那火橄榄球面包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像俗称飞弹面包啊。他说火山岛布卡，它旁边有那个岛屿，有可以买东西的。他刚刚说的。幻影弓箭，喂，别整我啊！等一下，他这个地图上面明明就有东西，然后可是上面却没显示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完全找不到古都，我完全找不到，我去那火山岛布卡。结果也没办法来。等一下，他该不会叫我说我要去买狸猫装备，然后我才可以？我不要这样整我好不好？大地的裂缝，就来这边吧。